三。爱心无禁忌，共品作爱心。我拜妈祖，我骄傲。赞。嗯，我想这个发想的构想应该是市公所啦，我们要感谢他，也是要响应市公所的这样的一个市长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把七月份，一般七月份大家都认为是鬼月，所以有很多的禁忌。那在佛教的部分呢，他们叫做慈悲月。那么我们希望说，大家很多的那个贡品，一般来讲拜拜都用不完，也吃不完。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好的东西，就是说把大家用不完、吃不完的这些贡品呢，把它捐出来给一些弱势的团体啦，或是机构，让他们。能够一起来同享这样的一份慈悲，那我想所谓的痛苦，如果大家来分享是痛苦的减半，那如果快乐的分享呢，会是快乐的一个加倍。那所以妈祖娘娘也要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样子的就是共同来响应这样的一个义举。不要被动。其实天圣宫一直以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庙宇。但是它不但有文化气息，不但有宗教的文化气息，而且它真的是结合整个社会的一个慈善事业，所以它不管是有形无形，我相信它都照顾得到哈。所以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值得我们来跟他感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祥和。我就觉得天圣宫他真的是做到，而且真的是做得非常棒，非常的彻底。你说可以请你讲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的活动为什么对你们会非常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社福团体当中，其实要募集物资也是非常的难够取得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盛行，然后其实也很多单位也需要这些物资，那也影响到我们在接受到这些物资也是有影响，备受影响。对，然后也很感谢天圣宫的公主能够来协助我们这次的物资，也让而且每一份的贡品都是非常的用心，都是能让里面每一个都是公主非常的仔细去找寻的物资，然后让这个爱可以延续下去，可以让长辈能够使用。所以说这些对你来说并没有禁忌，对不对？对，是没有禁忌，爱心是没有禁忌的。箱子先往左边，对不对？这箱子都没有了，不要乱塞了。